它的延音，让它这个可以过来会比较好听，不然你会是很干的，很干的就不好听。这个是一个技巧，对对。所以再来一次哈。有些视频他说就是你下一个和弦先按下去后再松开，你不能还没按下去脚就松开了，就是先脚先按了才弹，对不对？脚按下去然后呢开始弹，弹到第二个和弦你先按好后呢脚再松开，然后再踩下去，是吗？你看到我是这样吗？还是说你看到别人是这样？看到别人这么说，就是说第二个和弦要按下去后你再松开，不然中间会断掉。对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因为我这个歌太快，我有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注意我到底是不是对，就像打拍子一样，我觉得在是很像在打拍子一样，对，是对。但你说的那个Jimmy 也说的是对，是就是说不想要音乐断掉，是的。所以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快歌的话，也不太容易听得出来。如果是一个慢歌哦，那就真的是不希望它断掉，所以会踩住。没错，那可以举个例子，就是慢歌你没用踏板和有用踏板的区别给我看。那就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。我来找一首歌哈，等一下。70页到70页的这种，那个一定要踩的，不然你整个就是听的是干的。还有像什么？是不是？那昨天晚上那个姐妹在练的时候，我听到好像是她在弹着什么，弹一个什么呢？
本的话，听起来就不一样。所以当你要弹十度的时候，特别是这种十度分开来的分解发音，最好还是要踩踏板会比较好听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keyboard 有配乐器拉上去，但是待会放 video， 钢琴的踏板 跟电子琴踏板不一样，完全就说那个 原理会不一样。但是有钢琴有三个，哎，这个对，钢琴它那个的话是好像最左边那个是最小，中间那个报是怎样？最左边是一个小声，右边是那个大声，中间那个好像把它往下把它固定一下，不然怎样？如果电琴真的要就插这个，就是这个这最普通的，然后或者好一点像钢琴那种踏板，对，就这是普通的。哦，所以他们都没有插进去，所以他们感觉没插踏板。对，开始没怎么意思。对，我们买的时候也不知道需要它来，也没用。我们这边买的时候，我们新教我就不教，因为这个太麻烦了。等你先掌握了，不然手还没熟，没学好就脚了。脚就开始。对，现在才来加脚。如果说我听到，就是有一点，有电钢琴有没有？这电子琴。好像脚语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接推一下，一接推一下，这样粘着，这样容易，对我来说容易。哦。就好像打拍子一样，踩一下这个，换一个音，我再踩一下这样。四拍嘛，容易找。对，就让你手动一次，一节过去了，你踩一下，然后又踩一下，我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对，否则话要中间有变的话，我就忙不过来。是这样子啊，先弹一拍下，一拍不是，不是一拍一下，不是，就是一个节，一节，一小节，一小节，一下，对对对。先弹，就像他讲，先弹再踩。对，先弹再踩，对，没错，嗯哼。但是千万不要一拍踩一下，一拍踩一下的话太忙了。对，那一小节里边有两个和弦的，要换和弦就要踩，是吧？要换，对，换一下，对，很快的换，对。学了好多东西，要用的时候真的要慢慢体会。是是是，光手这节奏都不稳。就说我们一开始不跟你讲踏板是什么，有点顾不上。现在手还没顾过来，这脚可能一下也没错。但是学了有个好处，就是你余生你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对，你就知道怎么去，对。学了好多东西，然后余生要慢慢把它柔和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一下子用不出来就。对。你的课程有包括，因为教会都是用电琴嘛，这个，我知道有一些司琴手他会换上面这一些东西，有些人不会换，有些人换。哎，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个祝瑞莲老师，他就是很会换。你刚刚说像什么 voice 啊，那个music 那个 database 啊，这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我这方面我自己都还不太行， okay. 所以我对对对对，我在有一些事情手他会，就祝老师很会的，祝瑞莲。他会换来换去，对，有些非常会，对 okay. 对。他换的是不是比自己伴奏啊？对，有一些是，可是有一些他的声音，比方说有的是弦乐，有些是 organ， 有些是弦乐，这个最基本。对，这个琴有啊，你可以调那个，比如说 organ。对对，我这是对你自己弹的那个声音。对，它弹出来不一样，就变成不是钢琴声，比如说 organ 那种电这个风琴的声音了。对，钢琴声。但是我说有些圣诗的话，他们会比较用。我贝管也有，那是另一种，对不对？不是给你鼓点。对，古典也有，你这个节奏就是了。对，你每一个弹开节奏，它就是古典的了。像老圣诗的话，就会用，我看有些人就用那种 piano 来听到大。对对对，就是像然后像这个的话，或是 organ， 对不起 organ 来弹，对，或者是。这是 strings， 所以你要自己试，就说
我自己知道一些，但是我并不是，我不是 expert，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是 expert 在这方面，这个都是试出来的，因为每一台琴都不一样。就是你要换一个，嗯哼，就是你从，比方说，这我也不会，就是说你用 voice 这里压，然后再换号码，对，然后它就能。好像有课可以上的这种，这种就是好像有这种课可以专门学这个电子琴的 operator 啊。上 YouTube 找的。像大师兄他说上什么课啊？就自己学就好了，根本就哎自己玩玩，因为就好像你很会玩电脑一样的，对啊，没办法教，没办法教。每个人学习方法对每个人。是是，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可能就鼓励大家，我曾经也自己玩过，所以为什么我知道 string 很好听哦。对，我告诉你。对，那就是你得自己玩一玩，然后试一试这样子。这个就没办法，因为每一台琴都长得不一样哦。我家里面也跟这长得不一样。yeah, good question。还有什么？是吗？今天会教爬音吗？哎，爬音我上个礼拜是不是就这个？不是，我是说那个，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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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。哦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哆咪嗦哆咪嗦哆咪嗦，哎，对对。哎，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的十度啦。就是我感觉我练的时候，就是我从这边转过来，然后右手卡到这里以后再转过去，就会变慢很多，就是。然后我也看到有些人他是左右手交替的。就是、哎，对，他用了他的 classical 的 skill， 有的。但是这个就是只能靠纯练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纯练的。因为你说你慢，你被卡住，那你怎么跟得上节奏呢？对不 对？所以这是练出来的，嗯。这个就很难了，这个真的要靠自己练。然后我看我 cover 了 glissando 是什么东西哦？要讲，因为刚刚只讲了踏板哈。Glissando 通常像这个刚刚讲的那首歌，我可以用刚刚是用我们要赞美，还有一个一切歌颂赞美哦，87页。对不对？然后才进入到赞美组，我会在趁还没有进入到赞美组之前，给一个它的五度，一个滑音，所以就变成。就是应该从 F 滑到 F，
用一个大拇指，就大拇指从 F 滑到 F， 一定是从高音滑到低音去。对，从高音滑到低音，对。那范围呢？是一个 F 的这个八度，还是两个八度？两个八度。只有这个弹的特别顺，其他个弹的。有的人他们这样，我们这只是在白键上，有的那个很会弹琴的人要弹，从这边从左边一直爬，爬到右边，右边再滑回来，然后四只手这样，然后跟那个什么黑键也一起这样。钢琴大师是会玩的人，就是随意在玩，像我们这种，我觉得要不一定用得上。那这个刚刚你说要加一个也。就是 F 调，F 调的五度呢，F 的哆、咪、发、嗦，那个就是在C和弦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给一个C和弦，或是给一个那个八度C就好了。我是给一个八度C。但是一定是在他的那个要进入到下面要唱的那个歌啊，一这个赞美中，一定要在赞美中之前赶快把它弄完，要不然你来不及了，还没来得及，人家已经要唱赞美中，你还没有按钮，不行，对，所以要很快。那个四拍就是他这四拍的，然后你前面完了以后，你是在那个四拍里边完成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一定要在这个完成。不然人家要开始唱赞美主，你还没有弄完你就来不及了。对，所以一般来讲是快歌我才会这么做，慢歌我很少做这个，但是快歌你就很挑战了。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司琴手，他说我不弹快歌，你去弹快歌太紧张了，直接玩弄了。我现在也是快歌，我的手根本忙不过来，我暂时练的都是找慢歌在练。是是是，一般来讲快歌还是有一段过程的。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是唱的什么？赞美耶和华也可以用，然后还有，103页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里有个103页，喜乐全员呐，103-3呐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？
理解和这我的理解完全是我的理解，就是说对我们学生来讲，要很长的路才发现说发现这哪里有问题，就是见过就可以滑，就是快你就快歌就是可以滑了，就是说快歌一般都是在副歌之前的滑音，一般都在副歌，对，要副歌。这个完全是我们的经验，对，出来的。是吗？对，像这首歌，像前面最开始的四个小节，全都是，其实相当于全都是 G 嘛，其实是 G to G 斜杠 B。但这种就是，我感觉我弹来弹去就是 G， 怎么样可以让它变得更丰富一点？否则就变成它前面。对，你看到他的右手，他不是 G， 然后 D over G 嘛，所以你的左手一直是 G， 但是你的右手要变，右手是 G D， 然后变成 C， 然后 D， 然后就是对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就你听，我说的是那个 verse 的里面，就是 G add to 两个小节，然后 G on B 两个小节，对对，也是右手要变是吗？才会变得不一样，因为。我弹的话就很容易变成比较好。你在这个 G 哈，就是 G 跟 add to 还有 G， 你是一下子可以弹 G add to， 一下子可以弹 G， 两个就已经不一样了。这个就马上听出来不一样。大家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吗？对 ，G 的 add to 跟光是 G 和弦是很不一样的。G 的 add to 是 do mi so， 然后 G 是 do mi so， 那你的左手一直是 G 的话 ，G 的 add to。小节也是一样，就是说我会弹，你是我心的眷恋，你是我欢喜的。我的左手会变成 B， 左手从 G 会变成 B。当我右手弹 G 的和弦的时候，左手就变成 B， 那又变成不一样。所以就是可以很多的变化在这个 G 的里面。嗯，师母，我看你的拍子很奇怪，就是那种。不是那种一二三四，是那种大大，好像是在其他的拍上。你说我这首歌是吧？对，你是弹那个，不是一二三四，我是。是这样子的一个节拍。一三四，一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对，二就不短，一三四。一三四，那一样，这三四，对呀对呀，就是二的做不到。一三四，一三。因为像这歌，我自己很会唱，我自己很会唱这个歌，所以那这样的话，我就肯定就这个拍子就是跟着这个，因为它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节奏嘛，对。所以很多时候，这歌你自己很会唱的话，你就会弹的比较准。我今天为了要跟你们讲这堂课。我自己带了一本来哦，都是我自己精选的东西，而且里面我自己扒的谱子，所以我可以发几个给你们看哈。我故意特别把它带来，就是要给你们看一下，接下来要讲的也都跟这个都是有 related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发给大家看我自己的。这几个谱子应该是你在网上都没有的，但是我给你看这个是因为我让你知道，这就是我常常干的事儿，就是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没有谱子的，没有谱子怎么办呢？我自己创造谱子。还有就是像你们看到了吗？我刚刚发给你们看，嗯。这首歌，好，我给你看的这个谱子，然后我接下来我就放这个歌给你听啊，叫做《你专属的花园》，对不对？
你听听看啊，前面有请。又来一遍，听出来了吗？你可以自己回去听哦。就说这歌是没有谱的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找不到任何它的谱的。什么叫没有谱？就是你去 Google 这首歌啊，它只有音乐，在 YouTube 上只有音乐， Google 没有，我想要找它的谱子，没有这个谱，所以我就自己写这个谱。我听了以后我就把它写出来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八谱。这个就是叫做，在音乐人的领域里面，这叫做八谱。这叫八谱，没有谱子。我常常干这个事儿。我要喜欢一首歌，没谱怎么办呢？自己扒吧。以前扒的时候是。因为你现在看到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有五线谱，上面有主音了。那是因为我后来学会怎么用某一种 tool， 叫做 musical tool， 可以 create 这个谱子。但是在以前我不会呢，多年以前当我不会的时候，我怎么扒谱呢？我就只能在这个自己在一张白纸上面，然后上面就写一个什么，写一个。这个东西要擦掉哈。我先在琴上面听了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弹一弹它到底是什么调。弹完了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写着了。西哆嗦咪哆啦，西哆嗦咪哆瑞。我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再看一看，哎。西哆嗦咪，啊，西哆嗦咪，对，好，哆啦不对，没有这个。然后就在我自己的 notes 上面就这样写而已。那时候还没有，根本还不懂怎么用这个 musical 的 tool。后来我去学，就是有一个 musical tool 叫做 Finale。专门 produce musical tool， 叫做 Finale， 啊？音乐谱。就专门 produce 音乐谱的，啊？叫 Finale， 要去学这个东西，就把这个 software download 下来，然后学习怎么用它，然后才知道怎么样去把我想要的，就我听到的这个东西，变成你看到的东西。就这样，所以这个叫做八谱。那每一个八谱都有一个过程的哦。那好比说，还有一首歌像《神的道路》哈，或者三本《神的道路》，你们看哈。啊，太多广告。太多广告了。
前面你刚刚听到了，它是什么？神的道路是咪嗦哆发瑞哆嗦。